果果回来了。我刚刚在干嘛？啊啊 ！Hello， 青蛙什么青蛙叫法？我回来了，你们这样看不到我的爱心哎，讨厌！那我把它提高一点。我已经把它弄成爱心了，你没有看到吗？看不到。啊！午安。哎，我看不到，算了，没关系。哎，为什么这这么凶啊？奇怪。可爱果回来了。对呀、啊，我把海报撕掉，是因为我本来要放我的那个 I G 的那个，就是介绍我自己的，但是我一直忘，我昨天又忘记画了。我刚刚已经吃饱了，两个小时，我昨天用很久这个爱心。こんにちは、私は国です。TP48 のメンバーです。15歳です。午安。走了？为什么？等一下，我先用吧。こんにちは、私は国です。15歳です。TP48 のメンバーです。为什么我的这个会动啊？怎么办？TGC 大ショールームのイベントに参加します。皆さん応援してください。いっぱいスターをください。いっぱいコメントをください。いいの。私は国です。是吗？四十。早安，国宝金鱼，我吃早餐了呀，你们吃了吗？皆さんお昼ご飯食べましたか？数数，什么数数？吃了哟。午安，爱死。Ice， 它意思是什么？嗨，五十个留言哦，我早餐吃了萝卜糕，我吃萝卜糕。好朴素的感觉，因为昨天太那个了嘛。我今天本来想说那个直播化妆，但是我怕我差太多。哦，那个留言吗 ？Vicky 午安，小晴好厉害，我才一个晚上，然后就要回到第七名了。
我怕吓到你们。我们可以卸妆，不行，化妆是要教你们怎么化妆哎。形容妆，白白的。我今天有天使光环吗？我昨天有看，不是，昨天是我。下午茶时间为什么？こんにちは。Cross。午安黑流星，早安。私は国です。15歳です。身長は172センチです。TP48 のメンバーです。趣味は映画を。我知道。我什么没有？是不是因为我忘记设时间了？午安 ，Star， 好想给你们看我的爱心墙哦。不过我坐着看不到。Hello， 不然我今天这样子不好，像我半蹲着，不是啊，好痛，好了，其实我昨天自己弄的。可是这样子我没办法。你们喜欢我的爱心墙吗？它是不是歪掉了？站着播，很累。什么都没印象。什么什么？Hello， 大家。不然我就头顶播就好了。我等等再给你们看。哇，我要下来咯。我每天都有播呀。转推爱心墙，哎，不要啦！你可以真推，别转推嘛。吓他一波，怎么没人？听到声音没看到人？我今天要干什么？没办法掉星星，为什么 ？Why？ 你们有没有看阿北桑的那个杂志？还没去买。你们今天会想要看我画画吗？我感觉你们昨天已经那个了。你们看，赶快去，赶快去那个 IG， 赶快去买，赶快去买。
阿贝桑怎么那么美？来画啊！こんにちは。Hello， こんにちは。来画吗？可是我画很久怎么办？私の身長は172センチです。今天是星期六耶，大家在做什么？为什么有风险？画很久才可以拖时间。我们等等画，在家里看直播啊，在看你直播啊。对耶，有喷喷的东西。等会还要继续工作的，辛苦了，嘉阳。为什么会喷喷？我这样子做。Thank you。可是我觉得我小时候有上过画画，就是我有去上过画画课，但是我一直画的都不太好。我是抽象派的。还来不及收星星，啊！谢谢河马的不倒翁，谢谢。看看双子就知道了，所以我画的比较好一点点，比较好一点点。我今天晚，我昨天睡觉的时候做梦，我梦到僵尸，Please give me star， 好棒的梦哦，哪有？如果哪一天有僵尸，你们会躲去哪里？看了恐怖？没有啊，我昨天没有看恐怖片。突然想要打喷嚏。没有，我梦到我被僵尸抓，给他咬一下。今 TGC 的 showroom 的イベントに参加します。皆さん応援してください。いっぱいスターをください。いっぱいコメントをください。如果哪天我遇到僵尸，我一定会躲去超市里面。Supermarket。是我被僵尸吓到。我也说这样，为什么会闪过僵尸画面？哎，我今天可以贴那个耶。可是我的字太细了，我还没有写。哎，看不到，怎么办？看不到，不然我们来现场设计好了。等一下。不要躲他，跟他做朋友他就不会要。哪有僵尸片是这样演的？
字要有好，不然我等等来画僵尸好了。我今天播两个小时哟，跟我当朋友。但是这样子我就会被咬了。哪有，他们不是只要闻到人的味道就会咬你吗？我太难画了啦！我等等画，画那个。啊，我梦中的僵尸哦。有啊，我有看过僵尸的电影。他可能不喜欢我的味道。哪有，他们都吃人。可是你如果躲超市，你可以在里面生活啊。没人比较好。躲到那个顶好之类的，全联啊，什么僵尸的造型，那个你的头像吗？会有暴徒成立？不会，我先领先就好了。我们可以在里面那个。才不会变笨嘞，他们没有脑袋。哎，他们有脑袋。对对对，谢谢你们的星星。而且，超市里面什么都有，就可以不用怕吃不饱。还有棉被哦。那什么都有。拜拜，阿华。哦，我懂你的意思了。不会，不会。里面躲起来就好像超市这么大 ，OK 的。可是感觉自己在超市就很可怕。就会有一堆东西开始腐烂了，没有关系，我吃那个，那个叫啥？那个泡面之类的 ，Kill me 哇！哎，搞我！我们跟着果果一起去躲超市。对呀，有罐头，很多很多 ，OK 的，我们可以在里面生存。等到有人来救我们之后，啊。还是你们想要去那个躲在那种家具的那个家具的那个店，就有床可以睡，可是超市也有啊，所以还是超市好，超市什么都有。然后有人被咬没发现就变成这样子，电影都这样演。超市有床啊，那种大的家乐福。可是感觉百货公司很多僵尸，百货公司很多僵尸。
超市一下就被僵尸？不会不会，我还没有看过那个电影有僵尸去超市过，有吗？我没有看过。可是感觉百货公司到处都是僵尸啊，是的耶，真的哦，还是躲在自己家里最好，躲在自己家里就很安全。可是家里的粮食不够多，还好我家旁边就有便利商店。知道不能去超市，所以看不到这种剧情。不能。可是超市也有啊。为什么我家人不安全？因为我们。こんにちは。爸爸加油。僵尸帮我结账，他才不会帮我结账，他会咬我。所以有人自己家里做末日储备，吃尸体。才没有，跟我在一起很安全。一部电影是想拍几小时？对啊，那些那个，你们知道《移动迷宫》吗？最后一集啊，不是有那个僵尸，然后他们就在他们的那个小，他们自己的那个搭帐篷干嘛干嘛的？为什么他们不一起住在超市里面就好了？超市这么多东西可以吃。Walking Dead 里，他们都要去超市，那直接住在超市里就好了，为什么还要那个走去超市？走去超市的路上，通常都会被僵尸袭击。不会，里面不会有僵尸。才不会，我会保护我妈妈，还有 Bruno。拖戏观众就转台了，好吧。我以后拍一部那个有僵尸片，然后大家都住在超市里面，然后整部僵尸片都在超市里面安详的度过。感觉我的刘海变长，哪一部僵尸片啊？好想看哦，都在厕所里面度过，不会饿死吗？在厕所里面也太那个了吧，吃不饱哎。我突然打了个哈欠，对不起。那部片名叫什么？哪有那种电影，一定都是直接跑去那么下。活死人之策，真的有这部片吗？我想查耶。好，我拿手。活死人之策，他们哪有时间拿罐头？
我死人之策。我还是不要拿我的小手。TP 14有40个人，40个对不对？40个、啊。噔噔噔噔！我现在很怕，我什么时候这样子？这样是会到处走。对呀、啊，他们会那个闻到人类的味道。嗯，早知道不要登出我的手机，讨厌。超市太大了。可是超市搞不好可以躲僵尸呀。我有看过那个电影，但我的留言也跑不动了，快回来我的留言啊，回来了。很多玻璃门很难挡住僵尸。那如果是你们，你们会躲哪里？以为我刚刚在讲我梦到僵尸，结果我们就在讨论僵尸了。呵呵，人的逻辑那是什么？我没有看过耶。青药怎么做？没有啊，感觉就可以在那个，感觉就可以在超市中活下来呀、啊。什么？那个叫什么？僵尸？那部什么？我看看。直接站在，不行，我们要生存下来。啊，活死人之策是吗？有僵尸我会躲，为什么？慢动作，会跑的僵尸，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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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可怕哦！活死人之策是那个吗？喜剧片吗？变成僵尸会发，哪有僵尸哪有那个思路？我打错，哦哦哦哦，为什么躲大卖场会死掉？今天是攻略僵尸特辑。我觉得跟你们聊僵尸好有趣。你刚没有打错啊？就僵尸，哦哦哦哦哦，搞笑。感觉那个大家演的僵尸都没有心智啊。他们会把这，他们都没有那个，他们真的没有心智的感觉。老片重拍，但是你听不懂，那他为什么要把你吃掉？为什么他要把你吃掉？感觉果果笑，我也想，哈哈，看电影，不行。才不是这样嘞！僵尸路也没人躲卖场的，那为什么他们还是得去大卖场里面找东西吃啊？那为什么不直接住在里面就好了？哎，我有看过僵尸哪有这么帅？他哪有心智啊？
变成僵尸吧？还有变成僵尸吗？大卖场好多出口，好像是哎。人类的敌人还是敌人？人类的敌人还是敌人？人类的敌人还是敌人？我这是什么意思？因为这样电影会演不下去。有吗？哪有啊？我忘记他演什么了。僵尸哪有那么帅？很帅，是。啊，我想说，人类的敌人还是人类。人类的敌人是僵尸。谢谢 Andy 送的100个爱心。我还没看《侏罗纪世纪》世界。是吗？他们不是在一个墙里面生活吗？午安草莓酱，我在跟他们讲那个 I am a hero， 不错看。Hello Blue。很久以前，我和家是有个约会。有，我有看完，只是我那一部很久以前看的。我查查。好可怕哦！我刚刚查那个《活死人之策》，然后那个僵尸好可怕。摘星星摘到手机发烫，好可怕！手机要不要休息一下？讲他自己变僵尸的过程。我是英雄，最好看的，真的，我要去看。你们有没有人有看过《僵尸录》？《僵尸录》《阴尸录》了。马小玲、马小芬什么？我什么电影都看的 ，OK。主角就女主角是他的僵尸。僵尸阴尸录，我看到第八集哇！こんにちは、わたしは TP48 のメンバー、国です。僵尸好辣的感觉，辛苦了黑流星，谢谢。阴尸路，火锅要躲超市请带，我跟是对，那你们要跟我一起去躲超市吗？我好想知道你的回答，你滑回去。哎，好好好，导演表，哈哈哈。僵，我不喜欢吃大肠。哪里哪里？哦，如果妈妈变僵尸，你会去逃命还是陪妈妈？我当然会逃命啊！我妈变成僵尸就已经不是僵尸了，我可能会跟踪我老妈之类的。等我哪天找到解药，然后我再拯救他。很聪明吧？我干嘛陪他啊？他根本不记得我是谁了。对呀，他已经不是妈妈了。变成僵尸就不是人了。可是我要绑起来，怎么绑起来？不行，我妈，我要去找到解，我会把我妈关起来，然后再拯救她。把妈妈打晕，我会一枪毙了我妈，砰砰！
妹变成僵尸，妈妈要求你解决她，果果会怎么做？如果我妈妈求我解决她哦，啊，好难哦。从她这那个枪要怎么那个？问得太写实。第一个方法就是解决妈妈，第二个方法就是拯救妈妈。小脑袋无法复合，我要跟移动迷宫的男主角一样去找解药救妈妈。怎么打？什么怎么打？选择什么什么？我讲错了吗？蹦蹦妈妈，哦，已经想做掉了，我没有，不行，我会找到解决我妈妈的方法，不是解决啦，拯救我妈妈的方法。你们会找到解药救你们的家人，还是他解救妈妈？解救妈妈啦！我才没有，你们误会我了，我才没有。如果你的妈妈、你的家人快变成僵尸的时候，请你解决他，你们会解决他吗？那我会先把我会先自己把解药喝掉。没有啦，我会给我妈妈喝，然后我妈妈再想办法救我，然后我们就一直这样无限循环了。所以我是病毒原型。不会。こんにちは。私は TP48 のメンバー国です。会叫别人帮我解决。那如果你妈妈叫你亲手帮你把它解决呢？明天开始你没有零用钱。会先被我咬？才不会嘞！他今 TGC とショールームのイベントに参加します。皆さん応援してください。いっぱいスターをください。いっぱいコメントをください。我会跟我妈妈一起变成僵尸。如果我妈妈变成僵尸的话。自行站出，我会去找解药。为什么换过来草莓酱？那你爸爸还没变成僵尸，那我就咬他。我们一起变成僵尸。被咬好像也不错，爸爸好可怜。哎，哪有啊？电影的一开始就是妈妈变成僵尸，在咬我，在咬爸爸，然后再咬姐姐，再咬 Bruno， 大家都变成僵尸了。果果好难去陪陪，哎，哪有？这傻弟，不弄应该不合胃，不然不弄会伤心。妈妈变成僵尸，可喜可贺，可喜可贺。的确不好，
我的脑袋很好吃，因为很新鲜，还没用过，还没用过的脑袋，你们可以考虑。哎，我之前都被我朋友笑我的脑袋还没用过，很新鲜。是不是还蛮有道理？比爱因斯坦还值钱？对呀、啊，懂不懂啊？懂不懂啊？哪有二人组？可是为什么僵尸会想要吃人呢？他们又没有吃他，他们是把他变成僵尸哎。如果是末日之战的僵尸不吃太瘦的骨骼，这样，然后也不够吃点头。可是为什么僵尸会想要吃人？真是不吃，这是设定。肚子饿吗？不太，为什么不敢看僵尸片？柚子感觉很好，为什么？太笨是金，那我应该感到开心嘛？因为僵尸不会吃我，这样就可以去拯救我妈妈了。扭扭，被吓到，我觉得恐怖片比较可怕。僵尸只想吃麦当劳是什么？我觉得我坐个沙发。别一直乱动，尊重、友善、包容。那他们要吃什么？吃人吗？乖孩子还记得去救吗？对呀、啊，我多乖呀、啊，救我妈妈。听别人讲鬼故事，我觉得看鬼片比较恐怖。对啊，我们怎么聊僵尸聊了这么久？不是把僵尸搞身上？对对对，那个不是那个吗？僵尸哪有这么帅？里面的他叫狗僵尸。こんにちは。我朋友看过一本叫做《鱼》的漫画吗？那僵尸真的刷新我，我没有看过哎、欸。为什么像僵尸？你想吃我？你想吃我吗？僵尸很好，都知道会吓你一点不？可是讲鬼故事。可是你明明知道他会吓你，可是你还是会被吓到啊！不好吃，我其实搞不好还不错吃。那如果你的朋友是吸血鬼嘞？吸血鬼，我好喜欢吸血鬼。因为我之前看一部影《Shocking This》，伊藤润二是那个吗？就画很恐怖的那个图片的那种。听说吸血鬼都是帅哥没？哪有？你们有没有想过，搞不好你身边的人是吸血鬼？搞不好有可能，心脏小，
东京餐种。我找找。你说僵尸吗？不是，吸血鬼。好可怕哦！我刚刚去查伊藤润二，果果喜欢看跟科幻，对呀，因为我们可以辨识同类。我刚刚查了伊藤润二，好可怕哦！真的好可怕。会不不，我看过一点点耶，好可怕哦！我以前在网络上面有看过他的图片，好可怕！非常热二整套漫画看完，超好看，不恐怖的脸。我的姐姐有看《东京餐种》。练餐吗？哎，我觉得那个图片真的很可怕。我第一天晚上做噩梦怎么办？毫无道理的恐怖。我之前看那个一部影集，他就说，明明吸血鬼会攻击人类，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吸血鬼之类的话，我有点忘记他怎么讲。后来想，可是想一想，那蛮有道理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你们啦，可是很多人都觉得吸血鬼很想当吸血鬼之类的。梦到国宝都变成僵尸，好可怕哦！我做梦有没有被咬到流血？没有，我有点忘记了。吸血鬼帅啊！吸血鬼可以活一辈子，可以不会死掉，长生不老。夏天看恐怖片，晚上睡觉比较凉，就不用开冷气了。这不一样，这不一样。而且你为什么要偷偷说我呆 ？Hello， 好久不见 ，Nagisa。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到第六名？搞不好可以哦。我们还有一个小时。为什么变成吸血鬼？哪有啊？我看的电影都是你变成吸血鬼，你还是长一样啊，你只是变很白而已。你们知道那个吗？《吸血鬼日记》《A Vampire Diary》。有啊，因为我昨天你们昨天说擦红唇比较好看，有吗？你们有讲吗？然后我就擦了。我记得有一个人有说可以擦擦看红唇之类的话，还是我自己幻想的。我记得有啊，我记得你们有说。こんにちは。私は TP48 のメンバー、国です。15歳です。身長は172センチです。今、TGC とショールームのイベントに参加します。皆さん応援してください。いっぱいスターをください。いっぱいコメントをください。参不会啊，你可以跟他打架。那这里都写遇到狗狗不能咬外菜，才不是嘞！还是因为吸血鬼只转换帅哥女，才不是嘞！
吸血鬼可以接受笨蛋这样可爱。什么？那为什么我不可以变成僵尸？嗯，我之前看哦，那个，我忘记那部叫什么来着。食鬼面是什么？什么是食鬼面？有，我也对外星人有兴趣，各种不合理的东西我都有兴趣。什么啾啾？吸血鬼光，吸血光听起来就比较强。对啊，我也觉得吸血鬼比较厉害，他还可以瞬间移动哎，多厉害啊！还可以那个别人，你们知道吗？食鬼啾啾哦，漫画代沟，对不起。我才没有不合理，我很合理。哪有？谁说很可爱不可以很呆？大家午安，就是那个啊，迷幻别人之类的 ，Supernatural。Supernatural 不是有到第十季之类的，20年，好厉害呀！谁说的？哎，没有，我很呆，还是可以走模特。比气追，哎，我还想看 Supernatural， 可是我的那个，我不知道在哪里看。你不是刚刚才来吗，大姐？久久坐着，真的假的？为什么有这个传言？不是，我最近比较喜欢穿白色，我觉得夏天穿白色比较夏天。我可以，还是明天开始，我每天穿一件我的黑色 T 恤，你就会知道我的黑色 T 恤有多少了。30年的长 ，Supernatural。想看，是林啊、哦？你看林杰台哦。我看看，我要查那个。哦，对，那个吸血鬼还不会变老。漫画吗？啊，我看到了。我打字很慢，每天直播穿。啊，我觉得穿不同的比较难呢，我只有黑色、灰色、白色。但是如果出生就是吸血鬼，那就不会长大了。没有人出生就是吸血鬼啊。对啊，为什么啊？好哟，大剑。Hello， 奥利弗昆虫，奇妙冒险。我找到了。吸血鬼，但是不帅也不老的。对，好像是你什么时候年纪被咬到，你就一直是那样哎。看哪个世界的设定，有的地方设定吸血鬼是可以，有吗？是可以繁衍的。我想要看他长什么样子，
我查查查查看。他60岁了。第八部，我没有看过《暮光之城》呢。再次到主题，我觉得好像有一点有。跟妈妈，妈妈不给我零用钱，她说我都讲她坏话，讲她坏话。如果没有一出生就是吸血鬼的话，第一个吸血鬼不是那个古拉爵吗？我有一阵子很疯狂，很迷吸血鬼的时候。我一直没有看，是因为我朋友一直叫我看。这样子讲是不是很奇怪？德古拉，木瓜只能可以找药材。依兰，我吃过了。夜访吸血鬼，好像有哎，我看看，我忘记我看过什么，不是，忘记那个名电名电影的名字。看过，我一直想要看那一部。我们刚刚跟你说的，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是那时候我在追《吸血鬼日记》，然后我一直叫他去看，他都不要，说你去看《暮光之城》啦。然后呢，我也没有看，然后我到现在就都还没有看《吸血鬼猎人》，那个是影集吗？还是萝莉的时候，夜访吸血鬼是吸血鬼片的经典。怎么我们今天都在聊奇怪的话题，还没聊那个恶魔城？没有哎，暮光之城是爱情。哦，对，《暮光之城》好像是比较偏爱情，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奇幻科幻的，所以我就我来 ，Hello 西西，电影凌晨中通，砍吸血鬼的电影，我没有看过耶。我还相信有外星人，我要设时间偷星星。其实今天都可以耶，我们今天还可以超时一下。我弄个眼睛好痒。很好笑，是喜剧片的概念吗？现在看完没有？我说不相信，不相信。吸血鬼猎人主题是 Linkin Park 唱的。对，我目前是开到两点，今天，搞不好我们今天可以再迟到一下下。Hello Alice。抱歉迟到，没有关系。很想聊，西西没关系，我明天还会开，后天也会开，大后天也会开，大大后天也会开，你都可以来看，赶快去休息吧。迟到到晚上8点，好，你晚上来抓我，我就相信。希望每天不是每天都有果果。你们会不会相信世界上真的有那种不一样的人？
当那个 TGC 的那个争夺战结束之后，你们就可以那个，我们就都可以休息了，不是休息了，我在讲什么？你们应该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吧？800个人跑去抓你，你们跑来抓我，我就相信你们是外星人。你们要记得开飞碟来哟。有我，我有公布在那个 IG 的现实动态，你们可以去精选看。我等一下哟。800，不相信小精灵。外星人跟小精灵明明是一样的，我相信外星人，不，我相信外星人跟小精灵，特别可爱那种，好害羞。每天看果果都好开心，希望我跟你们聊废话，你们不会很无聊。随便留言刷，不要管。好，休息就糟糕了。想要几个星星？我想要全部的星星，400个星星，很多很多的星星。开车不可以，外星人不会开车。会啊，活动结束我当然还会开，只是你们好像每天开，你们都很累。99乘5个星星，对 ，Can you speak Germanic？ 是这样子说吗？德文吗 ？I can speak a little. A little.English. 为什么你要笑我？我讲错了。假日台。不叮，我的手机没有关。Welcome to my showroom. 好，我不准时。有那个 no， 哦哦，对不起，嘻嘻，叮，等等我哟，我以为你在笑，我还以为我要讲错话。大家。加油！我今天要回到，我想要回挑战回到第六名。那我换刷别的，你可以刷爱心。啊好，我找那个。挑战，加油，加油，加油！洗漱这边，怎么又是你？回收台了，等等，自动回收，回收什么星星吗？可你，阿里嘎多，布诺嘞，布诺在房间呀，你们要看布诺啊？你自己跑来的。这个今天的主角不是布诺，今天的主角是爱心墙。
is an event going now. Please support me and please give me your star. ありがとう。可是爱心灯没办法入镜，我贴太高了，我已经丢三轮了，继续丢。没有啦，我乱讲的，我不知道可以丢几轮。用喷的，喷什么？为什么1:47才能？哦，就是有那个时间是吗？现在几点？我现在也在直播，为什么？我要摆什么动作好？李威好强，谢谢李威。让大家赶快来丢我星星！我要摆什么？一轮，黑流星加油！都给凝结了，嗯，那你可以给我星星，西兰，不要丢我星星，给我星星，好哟，西西，丢完，谢谢大姐。我要学雨晴的梗。Please give me your star and your heart. 太太再收一轮。哇，辛苦了大家。台湾那边哦，好，可是我现在没有办法看。啊、哦，好难过、哦！国西要直播，你的爱心，你的爱心在哪里？果果有哦，果果，对不起，我忘记说了吗？贵族鸡排，嗯，林姐会那个，哎，现在加音了，好吧，没有关系。路过收星星，嗯，来丢星星嘛，丢个星星给我呗，有点星星给我呗。谢谢 ice， 好了，给你一点 ice， 谢谢，我给你星星，好啊，谢谢。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来画画？我刚刚说我要画什么？我画我的僵尸，丢便当，为什么要丢便当？浪费食物。拜拜，黑哥！我要丢星星。
不是，我要收星星，咬星星。才不会嘞，我够高了，用力丢，丢星星给我。为什么？谢谢，拜拜。我可以画果果 po IG 吗？可以呀、啊，那你要记得，你要记得 hashtag 果果，我就看得到了。这样觉得太过啊？喂我吃星星吧。辛苦了，杨姐，你考什么试？好，就等。Life Me 的吃货那个，那时候我跟林杰在玩的那个吗？会啊，如果你们 hashtag 我的话，我就会去看。还是你们标记我啊？都可以，我都会看哟。我有刷美白牙膏，我有刷美白牙膏。好哟 ，Star。#Hashtag 跟 Tag 我都可以。认真保养的果果，可是我的牙齿很小颗。谢谢，拜拜。换完了啊！我牙齿很小颗。怎么都很小。脑袋也很小，没有，我脑袋很大，只是还没开封而已。对啊，我的牙齿真的很小。果果九岁应该还没换完牙，只有脸不小，我脸也很小，只有人很大只而已啊。晚上再收集星星就好了。脸很大，脸很大，脑袋什么？谢谢谢谢谢谢那个，谢谢哈。小 Candice， 扫地中，什么？こんにちは，我找不到。哇。路过丢完两个，谢谢，我睡掉了，我让你听回去。John Candice， 哈纳丹，就这样念吗？结束，辛苦了，拜拜。今 TGC 的 showroom 的イベントに参加します。皆さん応援してください。いっぱいスターをください。いっぱいコメントをください。私は TP48 のメンバーです。国です。15歳です。あ、30人了。
那赶快过来了，欢迎欢迎。该换新的卡带了，每次都一样，还没换，我们还可以再用一阵子。啊，对了，我的僵尸，僵尸，嘿，一排尸大哭，哇 ，hello。再用一阵子嘛，我还没想到新的卡带，我还没录，我脑容量不够了。你们要看我画什么？僵尸哦，啊，僵尸要怎么画啊？僵尸退，不然我坐在这边画好了。饿着，等我。哦，画布鲁诺啊，我昨天画过了啊。你们说很像老鼠。爱心的 Hello， 嗨。我昨天画的布鲁诺，画吸血，我会画吸血鬼，我会。等一下哦。吸血鬼了，你看到了吗？等我哟，才不是大象嘞！布鲁的耳朵就是如此的大，小飞象布鲁，哈哈。谢谢 Mago， 波诺没有啊，波诺有一点点小暴牙。有没？才不是嘞，这是吸血鬼。嗯。那我得画，我要画什么？画吸血鬼怎么画呀？不是啦，那个，不然我画 Lester 好了，我会画 Lester。我画 Lester 给你们看。现在在画 Lester， 我不会画身体。画发箭怎么画 ？Lester。你们看到了吗？有像吗？
是猫，蛋包的鸡，好好笑，才不是蛋包嘞，是 Lester， 这个是 Lester。那我画 Bruno 比较像还是 Lester？ 是 Bruno， 不是 Lester， 不是猫。嗯，我真的不会画画啦，没有，我画得很好。那我画 Unicorn， 不要，我不要画，都不像。Next。画小人，画妈妈，好，我画妈妈。开心的画妈妈。可以只画头就好了吗？哎，好难画哦。我老妈长这样。会啊，大剑好强哦。你要不要教我画画？我画的你们都看不懂我在画什么，明明是一只狗，你们却说它是猫，怎么可以这样子嘞？脸就画，有啊，我刚刚画的是狗，那是 Lester。我老妈的眼睛很大颗哎。像哦，我画的超像的，各位。那马尾要怎么画？这边有一撮小马尾，那一撮是小马尾哦。等等你们看就知道了。这是我妈妈。哎，超像的，我妈真的长这样，我妈完全就是长这样。我帮她上个皮肤色好了，是不是很像？有像吗？小玉啊，不是小玉。不过妈妈没有这么丑。哎，你在说我画得很丑吗？我画得很好看。这真的是我老妈，我妈真的长这样。看到了吗？爸爸妈妈等一下，有像吗？其实我妈有在看，我妈妈其实有在看，我亲爱的妈咪，这像某个国中同学。
那你们要画谁？我画陈思源。我帮你，我画陈思源好不好？妈妈，妈妈，我妈妈都有看我直播。妈妈就说真的是会打，没关系的，她现在没有在看。不要，我画妈的前辈会那个，你们大家都直接那个转台了。我妈妈有在看，我来画思源。哎，好难画哦。我会不会被失语？等一下，不会。我要很认真的画失语，不然他等一下揍我。怎么讲的有点奇怪，没有关系。不要我觉得我画的思源也很像，思源有点奇奇怪怪的歪歪的自然卷。哎，头发画太丑，等我。哪有思雅跟思源，思雅比较凶。我怕思雅，他叫我起床，我都没有不敢赖床。偷偷讲，思雅都思雅。果果坏，我先走了。哎、欸，嘘！我要被思源思雅那个施压了。等一下，不然我换个思雅谢罪，谢罪。こんにちは。不要啦，我错了。思源的头发太多了，有点难画。我画好了。像吧，他没有翻白眼。
我重画。思源喜欢翻白眼，思源每次都这样，比他的还像。应该思源每次都对我翻白眼。他非常有的，思源没有来查水表，我要回去进修，怎么进修？没有啊，思源真的很常对我翻白眼。会不会被怀念怕？怀念什么？思源的啊，对，思源有酒窝，帮他画个酒窝。这样子有酒窝吗？求生意志，我有啊，这样子有酒窝吧？我没有，哪有？他的酒窝就长在那里啊。我也有酒窝耶，你没有看到吗？这是被家暴，我才要被思源家暴，都不要看到我画他。我要被思源家暴。哎，你们很坏哎。我不要画画，这样我等一下得罪太多人。我相信思源会原谅我。哈哈。哎，我画得很好哎。我也想，我要吃星星。那个柚子感觉会对我生气。哪一个画的好？不要，我不要再画了，你们都嫌弃我，我画别的。我画别的，我想想可以画什么？可以画什么？画小弟，太可以。月婷不会生气，他们都会生气。谢谢 Star， 画李维，哇！我等一下被气推怎么办？我画我自己好了，我画我自己。然后等一下我自己生气，因为我把我自己画太丑。好，叫大剑。我的脸没有接上去。
我把我自己画好了，这是我。可不可以？我觉得我跟 Uniqlo 长蛮像的。那夜你，那是好了，那是 Uniqlo。嗨，大姐，你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我现在很认真的在画我自己，我快画好了。像吧，嗨燕子 ，Hello Alice， 怎么聊？他可以开始说。嗯，是不是对焦不到？画好了。为什么没有人理我？因为思源是长刘海，所以要画比较那个。那是我，那是我。哪一个？我画那个，我看你们记不记得这是什么？我来画个东西，看你们记不记得是什么。现在星星好难说，辛苦了黑流星，3:15才能回收星星。那我就泼到3:15吧。我先画一个东西。你们记得他吗？没关系呀，我可能会迟到一下下，我搞不好可以迟到一下下。你们记得他？他去哪？有没有人记得他？因为你我的弟弟。不是李威，你一定知道。你们怎么都没有印象？
这样嘞，哎呀，好丑，没有关系。你一定知道。哎，你们都不知道。好，你们一定都是因为没有买我的生写真的关系，都不知道。这是我之前生写真的那个啊。哦什么？哦什么？你怎么样？哦，百科送完，好嘞，谢谢 Alice。真的没买，好吧，没买路过，我好难过，我自己那个，我上面的眼睛不是长这样子吗？我只会画这个眼睛哎，怎么有翘一根？大家都没有买，难过。我今年三月多才看到，哦，自己挖洞，对，你们大家都没有买，害我很尴尬。没有人买我的星星，不是星星，我的生写真。没有关系，真的没有关系。有，我知道你有买，所以我才说，你知道。四月才开始追 TP。啊、哦！你才不是新粉嘞！果果下午要睡午觉，没有啦。我是宝宝，我需要睡午觉，我需要睡午觉才会长高啊，所以我要睡午觉。谢谢国宝金鱼。大剑，你在骗，你们在瞎掰，你们都瞎掰，没有我乱讲的，你们怎么，害你们被我骗了？你们是不是现在也被我传染笨那个笨蛋症状？我的，我也是新人，好好好。好好，你们都是新粉，新粉粉，原来我不是新粉，你才不是嘞！这样子害我搞混了，真的，果果新粉，之前啊啊、哦，新粉也要保护起，你们好，初次见面。你是粉圆，我知道啊，你要洗，你是粉圆。弹手，我也是果果新粉。只要吃饭我都爱，你们都是我的果宝宝。对不起，我的笔芯断掉，我在玩我的笔芯。谢谢 Ice， 你们好，我是 TP48 的果果。对不起，我刚叫完之后才怕我吓到你们。小声，好吧，请你慢慢观察。只要是吃的他都爱，好哦，鸡腿饭 ，OK OK， 鸡肉饭没有，我都爱，我都爱。谢谢你，搞不好总有一天，搞不好一定会被我收服的。好吧，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真的没有关系。两个吃没有矛盾吗？呵护自己小孩一样，不敢出
会，为什么？你怕他？算了，我讲出来很冷。怕跌倒，所以不敢推吗？没有关系，你们都不是国宝。我国宝取给我的 Unicorn 听的，没有人要当我的国宝。我没有国宝。我心碎了。你怎么收到留言？我心碎了，帮 QQ。没有关系。哎，你们都不当国宝，好吧，算了。我不开心。扫一扫。好吧，谢谢你帮我扫一扫。我难过、哦。哎，卡住了，站不起。你看都没有人站出来，哎，你们很过分呢，你们很过分。没说不当国宝，三七八，站出来！哎，坏你们这国宝被感觉过过。こんにちは、私は TP44 のメンバークニです。谁敢承认？你们都要被关到故宫里面。你们是我的国宝宝呀，国宝宝。好吧。耶，谢谢マジですか。マシュマロ大好き、パスタ大好き、ハンバーガー大好き、料理。我当了两年多的国宝，耶、yeah! ！快5000人了，也修复10%，10%而已。哎、欸，为什么？什么时候？我不是已经当了很久，好啦，你们都当了很久了，修复100%，八嘎，一，上次。哎、欸，很过分呢、欸！那是程序员帮我想的，那是程序员帮我想的，他们还敢笑我。现在换名字，我们现在换个名字好了。看这里的话。没有啊，我看我笑的是你们，你们笑我的话啊，这个我昨天画的，你们看得到吗？这是我昨天设计的衣服。这是我昨天设计的衣服，肚子，这就这么画的，这很好看的这件衣服，你们不懂时尚，你们不懂时尚。
安尼唔通，好吧？有啊，我有吃中餐，你们有吃吗？乐谷，那乐谷，好笑。在这里啊。皆さんお昼ご飯食べましたか？初見です。初見です。等我掉星星，好，我等你们。什么食物？我再等等出门吃，好哟哟。要吃饱哟，等等，你们你要吃什么？每次直播快结束要的食物，他的腰搞不好跟我一样，所以不是，我是说啊，我是说。花花会看起来比较那个啊小，加油加油！麦当当吗？吃麦当当会有水桶腰哦，是啊，这嗯算了，加加。麦当当，流口水。我也要吃麦当当。我跳，我跳，我跳跳跳。哪里？我看看你在哪里跳。找不到。小 Candice， 私。マーティピーフォーティーのメンバークニーです。今 TGC とショールームのイベントに参加します。皆さん応援してください。いっぱいスターをください。いっぱいコメントをください。 There is an event going now. PleaseSupport me. Give me your star and your heart. 私は日本語が下手です。でも頑張ります。これは私のインスタ。フォローお願い。お願いします。三三角跳。对，我找不到你在哪里。I can speak a little English. Hello. 谢谢 Jack 送的不倒翁。吃了会胖胖。吃什么？麦当当啊。麦当当吃都会胖胖，没有关系，麦当当好吃。果果的话可以开一个腰瘦哈哈。OK 的。01
鱼心，鱼心，一如不变的什么棒？果果还希望国宝的腰都变成鸵鸟，不希望，这样不健康耶。除非你的胃不好，因为好像胃不好的人都吃不胖。我觉得我是因为胃不好的关系，肠胃不太好。我常常胃痛，肚子痛，巴肚疼。可是我又没有在画你们，我画的是服装。国外好多模特儿都太瘦，因为他们在健身的关系吧。我喝个水。啊！我跌倒了，我跌倒了。星星好难受，辛苦了黑流星。还我牌不会关，你们慢慢来，喝个水可以点。不给你收，嗯。加油，加油！我等等，大家晚餐想吃什么？午餐想吃什么？午餐还是晚餐？等一下，这个时间是吃午餐还是晚餐？啊，午餐，可是感觉也没有午餐，慢慢来。你们慢慢来呀，香都，不告诉你，不告诉你，我想要读。辛苦了，黑柳星，谢谢。私は台湾人です。看到底在想什么？嗯，北一。我明天会开很多，我们一起到第五名吧。对，你记得吗？マジですか？マジですか是什么意思？上辈子是法国人，我很悠闲，哪有我那样很悠闲？英文好可怕。为什么英文好可怕？真的吗的意思？マジです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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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谢谢西西，我看看。怎么不见了？我刚不是还拿着我的本本了吗？哎，哪有，英文比较简单，你如果帮我上数学课，你可能会昏倒之类的。专心帮林杰冲二，加油加油。谢谢白白，谢谢阿贤送的爱心。啊，为什么我的板板不见了？我刚不是拿着吗？奇怪，我的日文小板板嘞。
怎么不见了？我念错了，阿胜，是念胜吗？是胜啦，我刚刚看错了。阿胜，对不起，看到一样的东西，林杰也看错。林杰也看错吗？是林杰吗？光杰，真的是林杰。而且我那天看他直播，他跟我问了一样，他跟我讲了一样的问题，我真的快笑死。那时候我不是说，哎，我的须须怎么不一样长？然后我有一天偷偷跑去看他的直播，然后他就说，哎，我的须须怎么不一样长？那我也要叫你阿贤，阿贤。西西，你应该知道他那时候有问，须须怎么不一样长，超好笑的。我要叫林，不，我要叫阿胜阿贤。林杰还想给人家强制改名。八嘎姐妹胡须姐，须须姐妹，须须姐妹，强制改名，真要改名了吗？你喜欢就好，こんにちは。我再开两个小时就可以到第五名，但是。明天开，明天开，大家明天要做什么？こんにちは、私は TP48 のメンバー、こんにちは。48、40。何？今 TGC とショールームのイベントに参加します。皆さん応援してください。一百四打哦，苦大赛，一百 comment 哦，苦大赛，明天要上课，辛苦了 ，Ice。これは私のインスタフォローお願いします。明天要看十元开台。上台了，一百四打哦，苦大赛。一百 comment 哦，くださ Please come to see me tomorrow too. Please come to see me tomorrow too. Yes, 我有开台哟。认识果果的问答题，怎么样个问答题 ？Tomorrow。Tomorrow, what time? 我早上，我早上跟下午都有播。我会放在那个等等哦，等我。就 Morning and afternoon.等等我，叮叮，哎，等一下哟，好啊，六千关，哎，两点了，啊，我要干嘛？讨厌，我忘记我的密码。3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那我不掉星星了，好吧。啊，对，我还没念排名。こんにちは。Please come to see me.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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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お願い、お願いします。15歳です。身長は172センチです。これは私のインスタ、フォローお願いします。我要怎么放？完了，念排名了哟！恭喜大健！完了，念排名了哟！刷留言时间，ありがとう。第13名是大健，谢谢大健。第12名是嘎咕，谢谢嘎咕。第11名是玉，谢谢玉。第10名是 Ice， 谢谢 Ice。第9名是苦尼国宝。第8名是 Licky， 谢谢 Licky。第7名是皮神，谢谢皮神。第6名是 Star， 谢谢 Star。第7名是，哎。第六啊，第五名是国宝金鱼，谢谢国宝金鱼。第4名是 Central， 谢谢 Central。啊，变了！第3名是台湾的翔，谢谢。第2名是李维，谢谢李维。第1名是 Jack， 谢谢。那我再念一遍。第13名是大健，第12名是嘎咕，谢谢。第11名是玉，谢谢玉。第10名是 Ice， 谢谢 Ice。第9名是看不到，第9名是 TP48 国库尼国宝。第8名是皮神，第7名是 Star， 第6名是国宝金鱼。第5名是，第5名是 Star， 我刚刚为什么念不对？啊，第5名是 Licky 啦。第4名是 Central， 第3名是台湾的翔，第2名是李维，第1名是 Jack， 谢谢 Jack， 谢谢，谢谢大家。我。你怎么了？要点？对不起，我刚刚没听到果果明天几点直播，可以再告诉我一次吗？我明天早上，那个，我怕我讲错，我现在，我明天早上10点有播，3点也有播，对 ，Hello， 我明天10点有播。3点也有播，早上10点跟下午3点都有果果哟，谢谢你们。一瞬间，辛苦了大家，我明天早上10点，下午3点，早上10点，下午3点，对，嘻嘻。下午好哟，
为什么要在念排名的时候才刷留言，我也不知道耶。你直接播十到三啊，可是我需要吃饭啊，我需要吃午餐。今天晚上没有播哦。那我休，我十点播到十二点，我十点播到十二点，然后两点开始播好不好？然后我们看我们播到什么时候，这样可以吗？好啊，我说明天呐，明天如何？我十点播到十二点。然后我去吃个饭，然后我说两点开始播，然后播到看你们都可以，播到一万个人在，我播到一万个人再关掉好不好？你们觉得好吗？好吗？好吗？有缘分就来 ，OK。那我那可能不关不掉，没关系，我们八点还是得关，呵呵，没一万就不关。好，没一万就不关，不行，我要那个，我最晚八点要播，要八点要关。我们就等到一万个人，没有关系呀。对，八点还是得关。那我们明天来聊聊天，然后你们想要做什么？我发一篇文，我等等发一篇文，你们告诉我你们想要看我做什么，或者是什么主题，好吗？关你有没有？前段就是八点，最晚八点得关呀。哪有我两点播到八点，六个小时哎。我是说啊，那我明天量。我明明就是说昨天破六千，讨厌。好吧，今天也要量哦。今天有破六千要量这个规定吗？烤粘土，要烤粘土哦。我那赖皮，我明明就说昨天，你们很坏耶。我有说今天吗？还是我有说我自己忘记了？烤蛋糕，好啊好啊，那我先发文。然后会有好，那我，可是我的词现在不在耶。好了，我们明天早上量，明天早上我一开台的人就看得到我的脸了。我明天早上一开台的时候就量给你们，好吗？错过就看不到了，错过就看不到了。我只量一次哦，我现在要讲，我明天早上只量一次哦。我的那个嘞，说话算话，我要去粉专发文叫大家去看你，不行发文。没关系，我可以上 YouTube 不打，哎，不可以，台下聊天。那么聪明的果果不可学，我学聪明了。然后手机拍拍拍，对呀，我播六个小时，没有关系，你们中间也可以去充电之类的。明天没空来，我。
好吧，那，你们不可以这样啦！你们要来看我现场量，不可以看补打。行程太多，辛苦了。中途每天都要上课啊，辛苦了 ，Ice。大姐明天要上班呢、哦。打成员的名字就能找到不？マジですか？知道吗？你们要不要每个人的那个名字都改一句日文，然后用中文打，这样我就可以学好多句日文。什么时候关？不知道哎，我们看缘分，看明天什么时候关就什么时候关，可不可以 ？Ice 是吗？是 Ice 吗？明天就改，好，我不日文没有关系。我要怎么不好好学？我好好学日文啊！你们打中文跟日文，然后还有你们的名字 ，E， 那不是 E。啊、哦，我的卡卡怎么不见了？我的卡卡为什么就这样消失了？没，我知道你的那个，卡库我会，里里耶 ，a r e u a 里耶，超好电，你可以用电脑看呀。啊，不对，你不，你怎么嘛？之前不打英文果果，直接跳过不念。哎，有吗？那是 Licky 吗？你的 Licky 也是 Licky 吗？卡姑是名字，迟到什么？不会不会 ，Licky， 一 Li 哦也是 Li， 跟李维的 Li 一样 ，Li。我的屁股下面没有，冰冰 ，Ice。Ice 是 ice 不是啊，我的卡卡嘞！啊，我找到了，在地板上。S R 啊，我的手机是不是要没电了？我怕我等一下那个，它离我太远。好哟。撞一下，我有撞到啊！什么？1430？你知道你上的星星吗？我每次开完台都手机没有电。16:30是4:30。那我2:30关。聪明，犯规专家。我2:30关。14:30就是2:30，都能开起来，张子把我带坏了。人数哇，今天好多、哦。Black， 骷髅不是骷髅，是什么？我看看。
播播什么？是播吗？播播哦播9:20YT 是啥？是什么？我的朋友们玩坏掉了。哦，YouTube， 我好吧，我是小朋友，我还没有念完耶。坡。25:00，没有25:00，又要这个，哈哈哈！哎，那个 ，Tiger， 飞呀，飞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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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驾！我觉得 YouTube 真的。没有很，就是不耗电。有套，有套。日本时间 ，YT TY YT， 驾驾，跑，快跑，快跑，赶快破7000。可是我2:30就要关了，怎么办？还是我们破7000再关？可是我不知道我手机现在还有没有电，你们等我一下下。帮他充个电。You cute， 大家都要用简写。啊！撞到。7000就不会不会，我们7000就关立马关。But your face is long， 哎，my face is short， 不行，我们是明天的计划，不可以今天就用掉。要不要直接到地？我们剩下的5分钟没有，剩那个剩300个人，是多了。记错，是明天，是明天。保护果果，感动。哇，有人说我是瓜子脸。哇滴滴隆，哇滴滴隆！明天不是破20000再关吗？哎，有吗？还是我3点关呐？一直把时间加长，不行啦，破3600、7000就关。葵花，葵花，葵花果。柜台加时间，不要剩3%了。哎，好好好，哎，你可以去充电吗？等一下你手机自动关机，对手机不好哎。继续收星星，继续掉。好，不关我，等等就关，等等就关。那我是不是该现在就关了？我们还有3分钟，每天我是中午跟晚上，中午播，然后晚上再播，直接那个不直接不休息。51分，可是大健表示他手机只剩3%，
怎么办？怎么办呢、啊？好容易被说服。对呀、啊，我怎么这么容易被说服？先睡觉，用爱发电，但入不敷出。凉拌炒鸡蛋，赶快！大家有没有星星？用油发电，那我要先出门了，大家。黑哥，拜拜！哎，要七千人了，要七千人了 ，OK 的，大家赶快，赶快帮我丢星星，我还有四，我还有四万就要到第五名了，好多、哦，四万多哎，我是差四万多对不对？好多，加油，加油！哎、欸，应该不可能播到一万人呢、啊，真的可以播到一万人呢、啊？差三千个人要播到何时？要播到一万人吗？丢西西，丢丢我，丢我！哎，好了好了，那我现在关好了，一万人等明天播。那我要去吃饭了。七千人了，要七千人了，七千人了吗？啊，七千人了！大家拜拜。Tiger Fire Saber D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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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驾。到不要吃饭是不是？大家快去吃饭吧！半桶油，拜拜！谢谢大家，谢谢光临 ，kiss bye， 拜拜，拜拜 ，kiss bye 哦，我已经啦。拜拜。